衣锦还乡啊，有冇咁严重嘅？重游旧地啦，重游旧地啦，有啲熟悉嘅感觉。但系嗰时你咩情况之下几时中？哇！嗰阵读紧书啦，都仲系啊！嗰阵读紧书，啱啱开始跳舞，咁就一路跳舞一路读书，系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要 cover 翻我跳舞自己支出嘅钱啊嘛。係啦，咁所以有時要考試啊、assignment 啊嗰陣咧，咁就唔使瞓噶啦，同而家一樣啦。做啲咩㗎嗰時個崗位？嗰陣係做櫃嘅衣櫃啊，唔係誒有冇衣櫃咧？誒係衣櫃啊、電視櫃啊嗰啲，同埋都有幫手去 sofa 嗰邊。頭先話咧，即係工作期間啦，都遇過好多明星啦。今日有冇話見過啲邊幾個咁樣啊？哇！見到好多個，我其中一個係周柏豪咯，我記得。係好高啊！覺得佢真人好犀利。有冇啲想有集郵嘅衝動啊？冇啊冇啊，係啊，因為佢哋好專心揀緊佢哋嘅貨咧。咁我作為一個好好嘅員工，咁梗係唔打擾佢哋嘅選購啦。好專業嘅員工。係啦。咁你頭先話幫阿 Eden 咧喺屋企最亂啊嘛，係咪？你嚟咗之後，你有冇啲心水啊？幫佢整下亂嘅。有冇啲心水啊？有啊，因為我覺得佢撈教嘅地方應該係佢好多垃圾嘢啫，咁所以買多啲箱俾佢，應該都解決到個問題啊！又美觀又擺到曬啲嘢。咁你咁靚仔，你翻餐廳嗰時會唔會有人問你攞電話啊？啲客人。哦，我嗰陣好低調噶，我嗰陣戴曬眼鏡啊，又好頹個碌咁樣噶，冇人認得我噶。即係未有個豔遇。未有，未有。最整潔梗係 Jeremy 啦 ，Jeremy 拍個節目噶嘛，可能佢仲勁過我，即係佢仲清楚過我。啊，呢個咪咁樣用嘅咯，咁樣。咁你自己算唔算一個整齊嘅人咧？我自己係一個亂中有序嘅人嘅，係啦。咁我都會買啲收納去擺我自己啲嘢嘅。咁有時可能擺得輕手咗啊，擺咗出嚟啊，咁樣咯。但係都有一個位置放我啲亂嘅嘢嘅。請問啊 ，Jeremy 成日幫 Eden 線後去啲，咁你會唔會想轉崗位啊？你我轉崗位啊，我要刨一刨熟呢個 menu 先得。咁我都可以幫嘅，我 OK 嘅，我都好有興趣呢個 menu 可以刨熟佢。咁誒早排咧，係咪呢個入大阪度嘅？係。係啊，仲放緊啊，仲有好多未放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有啲咩好深刻嘅嘢？有啲咩好深刻？有啲我以前去日本冇咁多香港人㗎，我今次去大阪咧，尤其是心齋橋咧，我差唔多每一條街都聽到廣東話，其實好親切嘅。不過日本嚟嘅呢度咁樣。咁我揾你集郵。又冇喎，又冇。大家見到我認到我點個頭 say 個 hi 咁就大家做翻大家嘅嘢咁咯。但你拍相咧，心齋橋係冇人，係咪好夜？因為太夜啦，因為嗰啲食完宵夜先影嘅嗰啲時間，兩點幾三點咁樣嗰啲。但你去完又去埋袋褲啊？泳裝咧，你啲 fans 要求泳裝㗎，唔關我事。其實我係冇帶泳裝嘅埋袋褲，我帶嗰啲好密實嗰啲啊，即係包到冚，因為太曬啦埋袋褲，我曬黑咗翻嚟咧，俾化妝師打應該。啊！我有帶帶嗰啲全身嗰啲咯，係啦係啦，咁嗰啲就唔好擺出嚟啦，係啊，蜘蛛俠咁出嚟咯，怪之你做咁白啦，係啊係啊，好犀利，嘥咗嘛嗰啲要 show 下你啲掛啲話，唔得，如果可能啲廣告客户就嫌棄我噶啦，黑得滯，黑啲先型㗎，我賣化妝品啊嘛，嗰啲護膚產品，所以用佢嗰啲就。完全遮到啦！配合翻英雄輝嘅著，下次去曬嘅地方可以試一下曬黑少少，睇下接唔接受到。哇！而家真係超級如火如荼啦，因為已經仲有兩三個禮拜就 show 啦，咁大約我哋都開始揼實曬所有劇本啊、演出啊，開始準備緊一個 full run 咁樣。啊，強力啊，強力！因為佢身兼多職啊，好多工作，所以咧就係近排先 join in 翻。佢都我見到強力都 pick up 得好辛苦，
佢仲有套劇拍緊啦，咁又要過嚟呢邊密集式訓練咁樣，我都有擔心下佢咁樣，喂你得唔得㗎咁樣，每日翻到嚟好似未瞓夠嘅翻嚟咁樣。咁你背唔背得熟啊？背唔背得熟，其實 OK 記得嗰個故事性嘅，但係因為呢個舞台劇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一個順序嘅形式啊，佢係一個插序嘅形式咁去咧。咁所以就呢、這個有少少難度嘅喺記翻個故事嗰方面，但係都記得噶啦。係啊，唱歌都係一個挑戰，因為要唱歌之餘，要好似音樂劇我都第一次做啦，咁都 pick up 緊音樂劇嘅感覺啦。咁做下戲唱歌，究竟點樣做到唔會斷呢？即係你都仲係講緊個故事咧。呢、這個導演都俾咗好多意見我，我都加油 work on 緊自己。親熱就未必洗住，未必洗住，我唔知道會唔會改啊，我唔敢講，仲有時間，未必洗住。而家喺呢個 stage 個信心係點？而家呢個信心其實信心就有嘅，但係壓力就大過信心嘅，係啦，所以。壓力指數啊，壓力指數拍得住演唱會噶啦都。因為第一次是擔正去做一個自己未做過的音樂劇嘛，就真的很緊張。我忘記問了你，去日本有沒有鹽魚？去日本沒有鹽魚，沒什麼鹽魚，因為我都是跟班朋友一起去玩，所以都沒什麼點理過周圍的人，沒什麼看過女仔。是啊，沒什麼看過女仔，還有大部分時間都是夜晚行動，我們都是很chill的，睡到一早上才出發。我也有收過這個消息，因為演唱會都很久之後了，我們的演唱會由一月開始，所以我覺得公司有這樣的安排我都明白，其實如果有得參與我都想參與的，但如果為了排演唱會排得熟一點的話呢，其實我都會等公司安排怎樣去做我們之後的事。即是你都收到通知？收到通知。我又不知道是收到單人還是團體，因為我都是 message 收到一句這樣。是啊。孤身還是心情？有都想去的頒獎禮，但是真的每年演唱會真的排得太趕了，每年做完我們都覺得還可以再排得熟一點，我覺得寧願把時間去演唱會，尊重公司給我們的決定。尤其是今次廣場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今次應該要更加多準備去做咯，即係要萬全到真係最 good show 啦，咁擺出嚟俾大家睇啦，所以大家會睇到好 show 噶啦，係啊，期待咯，係。會唔會公司今次都買，即係保險加嗰度會加大咗好多？我呢個我又未收到通知住，係啊，因為都而家我哋各人都有好多演唱會啊，我有音樂劇，好多嘢都忙緊，都未得閒。問翻公司究竟我哋會點樣安排？你個 body 有冇再練正咗？冇啊！呢排瘦咗啊，因為排得太扯啦，日日都會開咁樣，自己又有啲壓力咁樣，所以慢慢瘦咗啲咯。咁我諗呢兩個禮拜都食肥翻少少，好似好啲。因為去旅行啊嘛，唔關事。表演，我排演出嗰陣肥翻啲，好似好啲，精神啲，健康啲咁樣。仲未見到真人住，因為佢哋有演唱會，跟住我有舞台劇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嘢面對面問好啲嘅。咁我都有 send 個 message 關心過佢噶啦，即係都唔諗住佢會覆嗰啲 message 啦，即係點祝你心情好啲啊咁嗰啲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嘢見到面先講會好啲，就未見到面住。好，唔該曬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